这是斯诺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。当这颗币晶、连台球一档水平都能轻松打进的绿球，胖子李竟然生生的打丢了。一旁的裁判都直摇头，表示不可思议。而胖子李仰天长笑，表现出无比的心疼。这演技恐怕老戏骨来了，都得喊一声祖师爷。但是假的真不了，正是这一离谱举动，让市台联对他展开了调查，最终宣布胖子李至少参与了七场比赛的操控，仅仅这一场就非法获利35万欧元，总涉案金额更是达到数百万欧元。然而他也遭受到了长达整整12年的禁赛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刚刚完成超分，一脸蒙圈的丁俊晖就迎来了胖子李的握手认输，而他也光速收拾好球杆，迈着轻松的小步伐快速下台，急不可待的数钱去了。